突然呢，轻微的肚子痛，突然轻微的肚子痛，现在饮食继续在往后退啊，现在饮食退的那个地方啊，温度比较低，温度比较低，在一个空旷地，那个地方就温度比较低，温度比较低，温度，怎样才能，温度变得高呢？如果有大气层的话是最好，有大气层的话最好，阳光发射过来的，热量啊，就包裹在，这个大气层里，不让发射掉啊、如果没有，那个大气层的话，在哪个地方温度能高起来呢？有周围有一些星球，因为那个星球能够反射阳光，反射阳光的时候的，每反射一份阳光就增加一份的热量，假如到了一个地方周围茫茫一片，任何星球也没有的话，那一片在那一片的话温度就比较低，只能是阳光照过去，他们获得的热量就没有其他额外就要反射给它的热量，所以那个温度比较低。刚才我处于肚子就处于就是说温度低的状态，所以有轻微的肚子痛啊，是说明这个啊，说明这个啊，那我知道了啊。传信息就这样传，这样提示了我身上有出现症状，然后呢就去。破解过程当中就把这个信息就传过来了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。